零四本的数据不正确，重新计算。搞清楚速动比率的规律。好，谢谢袁总。有病。存货和总资产周转率重新做。好的，袁总。 袁总，你要领文件。好，你待会儿再去帮我。有病。大家今天辛苦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下班吧。待会儿请大家去吃一家特别好吃的夜宵。好的，谢谢袁总。那个袁总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就先走了。 将军，有病吧？你是压力太大了，还是得了孤僻症？有病得治啊！ 工作时间，请勿闲聊。你才有病得治。